三问句，三问句，先听李法师三问句。好，一问句。阿弥陀佛。好，各位请坐。好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友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这次讲座倒数第二天，我们再念一次普贤行愿，明天就不念，明天我会教大家发愿点灯与回向，所以请看第一页，请合掌。三称南无华严会上撒念完以后就可以放床，然后请你也听木鱼的速度，我昔所造诸恶业。
这几天我们讲座里面第一天开
开始教你饮食习惯的注意单。第二天跟第三天，我教你观花观。莲花观是一，往生极乐净土是莲花化身是我。第四天，昨天教各位观想一切的众生，是目的扩展你的心量。好，属习观、莲花观，观一切众生都靠自力，靠自己的力量。今天我要教各位观，注意看，观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仰仗他力，福力起专心力。因为明天要点灯，明天我们就不观想。然后请看这张幻灯片，先专心听，待会我会一起练习做。这一张是做新加坡调查，这个西方三圣。以前传统的西方三圣都是正正方方，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这样叫 dancing position， 好像在跳舞一样。这是现代年轻人喜欢，因为现代年轻人觉得这样比较亲切。所以在西方三圣里面，你可以主观阿弥陀佛，或是一次观三尊也可以，或专门观大悲观世音菩萨。为什么呢？请注意听。在藏传佛教里面写，阿弥陀佛心中化现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而化现无量无边的佛菩萨，有四臂观音，有甚是一面观音，有准提佛母，有中国的这个白衣大士，观世音菩萨有千百亿无量无边的化身。其实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两个是无二无别的。为什么要化现呢？是因为众生会有分别。有些人觉得呢，对阿弥陀佛觉得比较陌生，就像我的母亲，她就喜欢观世音菩萨。可是那是众生的分别。再举个例子，你看到朝圣的短片里，你会发现师父这边是穿咖啡色的衣服，可是在菩提迦耶我是穿喇嘛的衣服。衣服是空性的，可是很奇怪的是，东南亚的莲友是帮我穿咖啡色的衣服，所以小朋友叫我 chocolate monk， 因为给他巧克力。可是穿红色他就不喜欢。其实我有大乘也有金刚乘两个传承。那请问我穿咖啡色跟穿红色是同一个猩红狮还是不同猩红狮？啊，对，同一个。你总不会跟我讲不同个吧？那不同个我就有分身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阿弥陀佛知道无量的众生缘不同，所以他化现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同样在大悲观世音菩萨看韩国的水月观音，你看他坐在这个海潮音上面，下面是海水，后面是月亮，代表观世音菩萨呢，他虽然具有大慈大悲，但是各位读心经知道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其实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叫甚深的般若波罗蜜。而在般若波罗蜜里面，以水跟月亮为比喻，所以叫千江有水千江月。再看现代，现代化的水月观音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到古代的人喜欢的造型跟现代人喜欢造型不一样。这说明了一个什么很重要的是，佛没有固定的形象。金刚经讲，佛无来也无去，佛凡所有相都是虚妄。所以请你写下来，你要选一张你喜欢的观世音菩萨做观想。接下来现在先行，你可以想你自己家的供观世音菩萨，你也可以供水月观音，你也可以想千手观音，你也可以想白衣大士。给各位看，在民国1959年，很不幸台湾有87水灾，就像东南亚海啸一样，台湾真的发生了很大的水灾，死掉了很多人。这时候当时我们台湾跟美国还有邦交，所以美国有空军的巡逻机会保护我们。那一个美国的空军呢，飞行员呢，看到一团黑雾，他也不知道什么，在飞机上若有任何状况，他有摄影的，你看他就把它拍下来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真正的祇龙观音真正显现的，是真的。
以影响我们念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到底存不存在这世间呢？现在讲科学的证据，像就拍出来，就一拍出来以后就非常的轰动了。你看中国人，全台湾的人在灾难都一起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出现，而且他骑龙，龙是他的坐骑，而且他真的是拿羊脂净水，所以观世音菩萨是的的确确出现的。接下来用这一张，这是黑白照片啊，在台湾大肚溪天空中。那这张照片早期在台湾，不管佛教、道教跟一贯道都非常的流通，现在比较少了。后来人家就用画像把它画成彩色的，就是骑龙观音。那观音菩萨真正是大慈大悲，可以看到他拿羊脂还有净水瓶，全身都是白色的，代表大悲心，白代表清净圣洁的意思。后来你看也有画成这个不同的现代画，都是一啊，所以龙的确是存在，龙其实它也是畜生道，龙跟蛇是同一个叫 Narga， 但是龙呢它作为畜生道，可是呢它嗔心很重，在这里它做观音菩萨的坐骑啊。可以看到现代的画像里面呢还有画观世音菩萨。来，接着看下一张，这一世的十六、十七世高妈棒，他自己亲自画的，为华人画的骑龙观音。所以可见观音菩萨是很不可思议的，你想他的时候他也想念你。举一个例子，华人不太喜欢练习观想，其实各位也有观想。举个例子，你今天要来柔佛学佛会，你要开车，你一定要记得向左转还是向右转，你心中一定有路标，一定有颜色，一定有方向。你看到这栋大楼哦，你看到了，你为什么知道到了？因为这栋大楼它有颜色，有弹棒，弹棒就是有标语，对不对？假如你没有这些颜色图片，你就无法判断。同样的，举个例子，待会讲完经，各位要匆匆忙忙回去，回去请问你要向右转还向左转，你靠什么？靠你的记忆。所以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观想，只是你没有把它用在佛法修行上。所以观想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观佛三昧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。假如你心里念观世音菩萨，同样可以想观世音菩萨，你不管想他的脸，我想他的手，你想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就像你想你的爸爸妈妈。举个例子，假如你爸爸妈妈过世了，或你爸爸妈妈在，你想到爸爸妈妈，你想到的时候是什么？第一个看他的照片，第二个想到他对你说的话，了解吗？想到他穿的衣服的颜色，所以图案、颜色跟形象就是观想。所以很多老菩萨，你不要觉得难。哎呦，师父你讲得很好，可是很复杂。不，你不愿意学。你想你的爸爸妈妈，你看不管他在世或不在世，你看到他的照片，想到他的图案，对不对？就在你脑筋里有影像。同样的，想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，你想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也想你。为什么呢？观音菩萨像清净的月亮一样，天上的月亮，千江有水千江月。举个例子，下一张，就是我念大悲神咒的时候，师父念我观想的就这一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中国大乘跟东密跟藏密的结合。你看它有一千只手，然后上面是阿弥陀佛，它捧着日跟月，然后呢有古代的法器，然后它脸呢是大张无想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一张的时候，我念大悲神咒，我只要专心一想就会想出现。第二个，想观音菩萨的时候，注意不要想太小，要想大一点，想两三层楼这么高。目的是什么呢？扩展你的心量。虽然我们佛堂供的佛像都很小，比如说你看我前面的泰国释迦牟尼佛，那只是一个象征而已。有些佛堂也会供西方三圣，但事实上的观世音菩萨是广大无虚空的。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说，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八万四千相，八万四千随行好。老实说，八万四千相，他站在地球啊，
你连他一根脚趾都看不到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一般讲丈六金身，所以我给你建议，观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观它像什么呢？像两三层楼这么高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观观音菩萨的手一样，看彩虹一般是透明的，这个很重要，请你写下来。因为你观彩虹一般是透明的，你的心才会跟空性相应，而不要再观它是木雕的或硬邦邦的，这样会增长你的执着。就像你的心观得很紧，你就放松，就像呢孩子想妈妈一样。我现在想观世音菩萨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现在讲话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也听得到，西方莲池海会的佛菩萨都听得到心弘誓的声音，但是我们听不到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听不到他方世界。如果你有听过我讲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都有五种神通啊，十方所有的声音啊，他都是听得到的。所以最重要，你要想一张你喜欢的观世音菩萨，那慢慢慢慢的练习。然后呢，为什么呢？请注意听，下一个重点是因为当佛菩萨来接你的时候，他有神通，他可以看到你过去现在和未来，那他要用镜子一样照你，也就是说你脑筋里面的录影带，像现在的电脑的 V8 一样，你全部录的东西啊，他都看得到。那他因为知道你常常想是白衣大士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就会现白衣大士来接你。假如你想的比如说是这张啊，我刚才说新加坡排行榜最第一名的西方三圣，你常常想常常想，注意你临命中断气的时候，极乐世界就会现成像给你看。你不要怀疑，你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，啊，不做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不用问为什么，因为佛有神通，他看到过去现在未来，所以你常常想佛，最好不要乱乱换，你尽量想一个，你的心比较容易得定。就像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遇到灾难的时候，你常常碰到呢，比如说火灾或地震，你第一个都会冲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有时候你做噩梦的时候，有人念的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像我有时候做梦的时候紧张恐怖安，我会念嗡嘛呢呗咪吽，也它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，它是西藏的咒语。其实念观音菩萨跟念六字大明咒功德是一样的，所以你要常常练习想。举个例子，你现在想心弘誓，你为什么知道我来了？可能你看过我照片，我听过我声音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了，哦，我知道这是心弘誓。你为什么知道？因为你脑筋里有个记忆。同样的，你想佛也是这样，你尽量想一尊你自己觉得欢喜的佛像，那你这样子来观想观世音菩萨，那你就会很清净。而且你在梦中的时候，你大部分也会想象出现那一尊你常常想的观世音菩萨。我刚才说过，佛的法身是没有形象的，是无相的，它是依你所想象的才显现出来。好，那待会我给你静坐的时候，因为要帮助你，所有会念大悲观音，我会放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给你听，所以待会我不要你念，我要你坐着，然后呢眼睛不要闭，打开一半，用心想，然后声音听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好，我现在放给你听，我们还没开始啊，不要再紧张。这个是我们台湾一位居士唱的，非常的庄严。那他唱的音调呢，就是依以那个韩国的唱到了，唱到一起了。
事，唱得非常庄严。它是以韩国跟日本在丛林里面唱的《大悲观世音菩萨》。
可以的话，不妨可以用这种方法，就是呢，你也可以坐着，然后呢，就放符号，完全身体放松，然后用心、耳朵注意听，然后脑筋里面呢，你想观世音菩萨，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章的忆佛念佛。念佛当然有很多方法，用嘴巴念也可以。忆佛，现在我教你的就是忆念，想妈妈一样，你想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一定想你的。所以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。所以念佛，你可以用动嘴巴念。这一次我没有机会教你们，下次 Part 2我会教你不同的念佛。一般的老菩萨呢，都是，哎，昨天讲的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阿弥陀佛。其实这样念佛没有得到方法，可是刚才我教你的叫忆佛，想观世音菩萨，你的心也会很宁静，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你，所以教年轻人，你有手机，你也可以把观音菩萨的佛号，哎，存在你的手机 MP3 里。打车或开车的时候，你可以放观世音菩萨的佛号。尤其是我们现在世界的灾难很多，全世界的呢，很多的诸商长老呢，共同呼吁要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若西藏的话，你就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这两个都可以。请关后面全部的灯。今天倒数第二天，按照华普贤行愿品的讲座，我放了释迦牟尼佛。佛的短片给你看，也放了五台山，今天放峨眉山普贤菩萨，好，请专心看。峨眉山普贤菩萨的道场，这是三业精舍的普贤光菩萨。普贤菩萨代表六部万恩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，这就代表普贤菩萨广大的愿心，敬畏逻辑没有中断。善财童子五十三餐，最后一餐，普贤菩萨为大家十大愿望。所以一切的佛菩萨都因为修普贤十大愿而快速圆满成佛。这是北京法门寺的善财童子。今天介绍三个：一乐山大佛，二峨眉山，第三是重庆大觉石窟。乐山大佛位于三江汇流之处，以前它常常发生水灾，水泥在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跟自然双重遗产。乐山大佛雕了一尊71米、全世界最高石雕的弥勒菩萨。大佛从头顶到脚底都有很好的排水系统，可以看到古人雕佛像是很有智慧的，下雨的话呢，山也不会倒下来。这尊佛像足足雕了90年。山是一座佛，佛是一座山。那海通和尚看到了三江汇流常常发生水灾，众生都死掉，所以他发大悲愿心建这尊弥勒菩萨。他一共募了20年的款，可是当时官方很贪污，想来跟他勒索。他说：“我绝对不会给你钱的，因为这个钱都是十方供养。”他就把这两个眼珠挖起来，说：“我绝对不会给你钱的。”后来他去世以后，由川西的节度使朝廷资助，经过3代90年，才终于仰仗福利建好，从此洪水就不再泛滥。那寺庙上面有一个叫凌云寺。凌云寺位于山上，因此从此呢，佛法就非常的兴盛。
所以你看到古来的高僧大德呢，为了救度众生呢，刚正不阿。当然，文人墨客也很喜欢来这里，所以他留了很多字画。后来这边也成为风景文化区。现在中国大陆，大家也都流行去朝圣，可以看到参访的游客从旁边的这个叫栈道，古来的栈道而排下去。当时我们呢，足足排了一个小时，这么多人啊，这是很有意思，所以大家很开心。走在佛祖之前，我们才知道人其实很渺小的。你也可以搭着游轮从下而往上看，看到大佛的全景。那这个顶呢，有3米这么高，这是我跟马来西亚的一个邻友，所以中国讲仰之弥高，望之弥坚。好，介绍完的，接下来看峨眉山。峨眉山现在用净中学会的忏悔业障，普贤师大用忏悔业障，我很喜欢这个歌，各位你可以上网 download。 峨眉山本来呢是道教的道场，是道士修行的，后来普贤菩萨示现以后，就变成佛道儒释道三家一起的，这叫报国寺。在16世纪，儒释道三家汇为一体，后来变佛教圣地普贤菩萨的示现道场。那各位老菩萨不要怕，要发愿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缆车跟交通工具，待会你会看到。好，这是报国寺的藏经阁，大愣普贤王菩萨。报国寺成为峨眉山8大古迹之一。这是我们今日的理由，去朝圣都很开心，因为不用工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寺庙里有钟，上次说过钟是度幽冥界的钟声，那钟上面可以包含经、佛偈跟经文跟咒语。这是我的佛友，这是带他们的朝圣团，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学生，大家非常的发心，为佛法、为众生都是无止境的奉献。峨眉山因为山水很漂亮，又叫做秀甲天下，所以文人非常喜欢去那里。接下来开始搭缆车，万里寺还有缆车 K-Pop， 你看海拔1020公尺。还要排1个多小时的。好，那有缆车可以坐，所以老菩萨你不要怕，你应该发愿，对不对？万年的缆车，就像新加坡圣淘沙的 K-Pop， 所以我们都很开心的。请问你，菩提道上你有没有步步高升呢？这是万年寺。创于西元399年，然后一直重修，这是大雄宝殿。寺内也有一个钟，那万年寺建于西元1600年，它是5柳殿，看起来有点像回教的建筑。到了明朝，皇帝赐圣寿万年寺。很不可思议，400多年经过大地震，可是佛菩萨加持，从来没有垮过。普贤菩萨威神力，看流金，普贤王菩萨，皇帝赐了3200黄金，在西元980年建的。师父第一次看到这个菩萨，就流眼泪。这个通通是我拍的，他骑着6匹马，这是全中国最庄严的普贤王菩萨。然后这个当然要是普贤祈愿念佛绕指，最后发愿。你想想看，大乘佛法在中国这块国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中国有何历代高僧都是正悟的，所以
徒弟子应该要精进、精进、再精进。我们路上当然也经过其他的寺庙，比方说这是九寨沟，这是应仙木塔，中国的佛塔是用木头做的，这是九寨沟取景。好，现在才到一半而已，喘一口气，还要继续爬。接下来你可以选走路的，你可以搭公车，也可以搭接驳车。现在到半山腰，继续往上爬。接引殿位于2540公尺，它有金顶索道的缆车。你看，再美的美景，也像《金刚经》讲，梦幻泡影一般。有时候会下雨，所以你要带雨具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人生很苦短，你一生能够去圣地是很有福报的。这是我们坐的缆车，继续往上爬。从金顶上遥望那金顶，缆车上遥望金顶，金顶已经快要到山顶了，那叫做永明华藏寺，海拔3070公尺。接下来，幸运的话，住在寺庙会看到日出，会看到佛光，这张是拍的，会看到万丈光。你可以看到也有穿的衣服，其实是很冷的。那个时候大概是7月到8月初。好，接下来时光空闲，2006年6月正式开光，可是我去的时候是2004年，这是从网络当中的。我前几天讲经有讲十方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也可以现十个头的，代表东南西北及六牙白象。十方普贤菩萨，好庄严的经典，在春夏秋冬都很美。你看夕阳余晖的经典。六牙白象代表六部万壑，冬天是真的很美。从金顶可以遥望8000公尺的宫格山，看很美，一望无际。宫格山是我其中一个老师的道场，8000多公尺，重重无尽，普贤云海。你又去过峨眉山，你再来读祈愿品，你就知道重重无尽。接下来再继续，万佛顶最高最高的地方，要搭 shuttle bus， 要搭这个，今天第三段了啊。目前中国大陆也很重视环保，这是森林保护区，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芸芸众生。看万佛顶3099公尺，什么叫万佛顶呢？华严经讲普贤住处，万佛围绕。你会看到山上的云，山顶上新月的话，你会看到吉祥的佛光，所以我会建议你一天住在山上。山上也有 guest house， 有房间、旅馆可以住。好，这是应仙木塔，中国的塔。以后我再讲佛塔，它是用木雕造的，这叫悬空寺，悬在虚空当中而建的寺庙。好，这是九寨沟，很美吗？不过九寨沟不要待太久，待太久你就不会想去极乐世界了。接下来叫
第三段就是重庆大竹石窟，放的音乐就是你们马来西亚多年浴佛的音乐。重庆大竹石窟位于1999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，它也是儒教跟道教并存，以前叫北敦煌南大竹。看到中国有70余处，总共有10万尊佛像，我们只参观其中的2、3处，这就是佛入涅槃的相片。当佛入灭的时候，所有的弟子非常的难过，菩萨是静静的，不知道佛无来无去，可是身为弟子放声大哭，捶自己的心肝，为什么呢？佛入灭了。接下来佛的母亲摩耶夫人从天上然后来供佛，这张我的海报就在这里拍的，就我看到佛陀了我也流眼泪了，为什么呢？佛已经入灭了，我们见不到他，可是佛的正法在这边，如果释迦牟尼佛没有来人间，我们是听不到的。这是前几天介绍的华严三圣，然后他的袖子呢按照力学原理，然后呢水从袖子上这样排下，这是毗卢遮那佛，就是释迦如来的报身像，三界的导师，四圣的师父。右边是拖着舍利塔的大智出舍利菩萨，还有旁边有88佛的小佛龛，就是你拜的88佛忏悔文。这是华严三圣旁边的舍利宝塔，所以宝塔是很重要的，也是一种佛教的修行方式。注意1007只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整座山佛教雕塔去，这就是六道轮回陀，我用过这张照片很多次，就在这里拍的。轮回很苦，想着我们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我们生生世世如果不学习佛法，请问哪一天你才不轮回？好，释迦牟尼佛也会现愤怒像，叫做慧寂金刚，观音菩萨化现为马头明王，大势至菩萨化现金刚手菩萨，所以佛菩萨也会现愤怒像不走神。好，刚才说过